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七月十二号礼拜五小五播送重要新闻，我是嘉玲。首先关心洪灾的消息，根据气象局最新的资料显示，第七号洪灾苏里目前中心在宜兰东南东方海面继续向西北西移动，暴风圈渐渐接近台湾东部海面，对台湾各地将造成威胁。台湾各地区应该严格戒备，并且防强风核武。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台湾海峡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的船只应该严格戒备。中央气象局昨暝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表示苏里风台的暴风圈正渐渐接近台湾，全台湾各地拢会严格防范大雨造成的影响，提醒民众加强警戒。以下的活动也因为风台延期取消，包括着海巡移民迪克考试延到十四号，阿里山松林游乐区十二号起休园，宜兰童万节十二号、十三号休园两天。原定在七月十三号、十四号举办的王景喜会节决定延期，原定十二号开播的台南马山沟音乐节延期，以及金门花蛤祭十二号到十四号这三项活动也促销。因为风台来袭，龙流树火车农民密切注意风台动态，以两者采修各项防范措施，妥善预防，以减少农作物灾害和财产损失。北部应该把握水稻收割时机，中南部水稻幼灾应该注意田间的脱水。风台过后叶仔片若受损伤，应该加强白叶高病的防治。蔬菜以及设施应该强化防风防雨的措施，各处应该强化枝条甲着排水设施。农业署指出，农业署已经通报各地辖市、县市政府密切注意，若是有灾情显现，除了选择农民主动申报以及外，并且请地方政府依照着农业天然灾害查报作业规定办理，赶紧协助农民复耕复建。总统府发言人李佳飞表示，2013全球贪腐趋势的指数民意调查报告伤害了咱台湾国际形象，总统马英九希望还给咱台湾公平客观的评价。国际透明组织调查之前，台湾人民黑色比率达到36%，这个组织台湾分会表示不可能这么高，问题可能出在总部委托大陆公司做民调，用语文化差异等所致。台湾透明组织将相关的争议反映给国际透明组织解释。李佳飞昨天表示，这种每三个七公的民众都有一个黑色的一个说法，不但是甲该组织过去的调查，也够咱台湾民众实际观感以及近期国内民调的结果落差非常大，嘛误导了国际视听，伤害咱台湾国际形象，政府甲人民拢无法度接受。希望该组织做出合情合理的交代，还予咱台湾一个公平客观的评价。苏里风台来袭，基隆市政府昨公布暖暖区、幸福花城社区等19个是警戒区域，并且管制渔船出海掠鱼。基隆市消防局昨举行苏里风台灾害准备会议，由市长张通阳主持。会议报告，基隆市伫个饮水浅色区域的护理之家安养中心总共有6个，建议优先撤离行动不便的老人。苏里风台来袭，蔬菜产量在继续高，请听蒋龙宇带把菜红布的。苏里台风直扑台湾而来，受预期心理因素影响，国菜市场近两天的交易量跟价格双双上扬。虽然蔬菜供应量相当充足，但价格却不降反涨。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副总杨贤文表示，这个状况相当反常。台北国菜市场7月11日蔬菜交易量达1446公吨，较7月10日的1362公吨增加了84公吨，增幅为 6.2%。进货量虽然明显增加，但受台风来
息预期心理影响，过去两天市场交易热络，7月11日平均每公斤交易价格为 37.6 元，较前一天上涨了 25.8%。 都在上涨了，只是涨幅不同了，因为这么报的这么精准的台风要来，对消费者来讲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嘛。那现在天气还好，所以大家采购起来比较方便，我想消费者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呢、啊，天气好的时候再采购，如果又是风又是雨啊，出来买菜也不方便啊，所以他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出来买了。大家都在想说台风这次是真的要靠近台湾了嘛，应该会造成一些损害，提前采购的结果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大了，所以把价格就拱上去了。其实除了竹笋之外几乎都涨了。杨显文指出，近日涨幅最大的蔬菜是宜兰葱，平日售价每公斤约70到80元，近两日却上涨到每公斤156元，涨幅约20%。其次是最怕水的小黄瓜，原来每公斤为24到25元，近两日却也上涨到每公斤50多元，涨幅同样约20%左右。对此，农粮署表示，苏力台风尚未对蔬菜生产造成影响，彰化、云林、嘉义等蔬菜主要产区已经辅导农民加强采收，未来农粮署也将释出约6000公吨的库存蔬菜，如50公吨的冷冻青葱以及1500公吨的甘蓝，以稳定市场价格。杨显文建议民众，如果不想在台风季节强买叶菜类蔬菜，可以考虑根茎类耐放、便宜又大碗的蔬菜种类，如胡萝卜、马铃薯、玉米、豆芽菜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以上是渔广记者蒋荣玉在台北的采访报道。海巡署台北偏由海巡队出的大鱼铁甲船我改打捞会体，请听乐华华的朋友崔宏波的。海巡署第8澎湖海巡队接获报案，表示在木斗屿西北 11.4 海里处有大陆铁壳船在这个地方打捞海底废铁。第8澎湖海巡队副队长张宏玉表示，这一艘大陆工作平台并没有向澎湖航港局报备是越界执行非法打捞废铁作业，第8澎湖海巡队依照规定将他们带回侦处。过巡防区转这个118的系统的民众报案，那个指称说在木斗屿西北 11.4 海里有大陆的铁壳船在该处打捞海底的废铁，那需要这个该队派遣巡防艇来查缉。那澎湖海巡队呢随即派遣线上的这个 RB 巡防艇前往该区海域来查查，发现这个大陆籍的工作平台祥华68号，那这个船身大概有4000吨左右，正在作业，正在该海域作业打捞废铁，那随即录影收证并带回队部来这个侦处。防务队表示呢，在接获民众报案后，这个大陆铁壳船在该处这个使用这个仪器来钓沉船的废铁，那派遣这个巡防艇前往该海域查查后，那个录影收证，那另外有加派20吨及35吨巡防艇，紧急出勤前往该海域配合那个 RB 艇来执行增检。那在下午的时候呢，抵达下午1:45抵达，执行增检后，那经发现这个该艘大陆工作平台并没有向澎湖航港局来这个报备，那属于越界执行非法打捞这个废铁作业，那澎湖海巡队呢即依规定来把它带返这个马公第三渔港来进行侦处。那侦讯后呢，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新增第80条之一的条文规定，处以新台币1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以上的罚款，来收这个重惩防堵之效。此外也呼吁渔民朋友，如果有发现大陆渔船越界捕捞的情况，请您拨打海巡118的服务专线来检举，海巡署呢会迅速的前往处理。以上是渔广记者罗月华在澎湖的采访报道。以上这阶段重要新闻，若你便接加零播送，希望广播电台。